Hello， 欢迎回来。Welcome back。是的，然后要继续聊聊了。他又在变身了。对，又变身，真的是。Welcome back。哎，有像吗？有啊 ，Welcome back。Welcome back。Welcome back。Yep。其实我们今天都没有让来宾再多唱一点，我们要不要直接再让他唱一首？好啊。好。要唱什么呢？就唱你的新歌好了。你是不是准备？刚也不是提到这个，也不是，也不是，蛮西啦，蛮西啊。那我们今天来听一下蛮西。好，要站起来吗？欸、看你可以啊，看你舒服就好，舒服就好。就是英式摇滚，因为它是刚好是英式摇滚，对，有点那种，对对，他们很习惯，有点迷幻的感觉，对对对，慵懒慵懒，对，中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安排。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曲风是这种爆发力唱声音，我第一次啊，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就是习惯听的，没有，那是因为你可能会先那个，就是我的，而且浅，我就肤浅啦，不会啦，不是，因为他就平常听的那个喜好不一样，他可能点歌点 KKBOX 在听歌的时候，他的喜好度是比较偏，就是
甜美型，甜美型的音乐，对对对，不是啊，我是说这样的曲风，我真的是第一次。其实有啦，很多英式摇滚，是你会被声，你会以为这个声音它不是這個曲風。对嘛，我就是比较肤浅啊。我没有说你比较肤浅，我就是第一次听嘛。那你想怎样？那我也承认了，那你到底要我怎样？我只是希望让大家不要觉得你是肤浅，就是说哦，你会先听甜美的音乐。那其实甜美音乐有很多可能是因为声音的关系。可是你讲了，观众只会觉得我更肤浅。不会啊。因为他爆发力这种确实比较少听到啊。对啊，那你就讲这句话就好了，也不用到肤浅吧，你前面没办法挽救了，大家现在觉得我很肤浅。 对，我功课不好， IQ 很低， EQ 很低，所以说要帮你上一个字幕，肤浅等于正音声，就完美了。沒有，我们赶快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要报音讯，就这一 part，所以待会我们可以一边报一边聊新闻。好，那我们来报一下我们第一则音讯：蔡依林世界演唱会台北站，一连四天欢喜落幕。我们看一下影片。超强！哎、欸，我一定要去看他演唱会，因为我其实真的很爱他。他的音乐，我刚看到又吓到一次，丰富又精彩。对，真的。而且他现场真的唱的蛮不错的，对，真的、哦。这个对啊，对啊，一边跳一边唱来说，真的，很难诶、欸。因为那个肺活量要很大，而且他的那个歌词又很密集，有没有？很绵密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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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我没有看，我的经纪人有去看，就要去观摩一下别人做的一些什么安排，然后他在舞台上面的，然后舞者的安排啊，那些都很精彩。我有对啊，上网看到也是，就是有网友一直赞叹他有一场，就是那个时候我配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他有办签唱会，然后他有去就是现场办签唱会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冬天吗？还是有点凉凉的，忘记。然后因为冬天的时候或是很冷的时候，我们通常声音会比较紧，缩一点，这就算了。那他不紧，他的声音没有那么紧，他是松的就算了。他唱跳，然后他又很稳，就是那个稳定。因为我们在讲话都会有这种东西出现，何况是唱歌的时候，那他是你会完全感受不出来他有震动的频率。听说他一开始也会这样，但是他是用很强大的训练、健身，然后透过瑜伽，透过各种，还有他之前学钢管什么去训练这个东西。我觉得天啊，哪一个？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你叫一个正常女生去学，她可能隔天就说妈，我要回家了。真的，你这样讲 ，David 会被冰哦。David 最近开始在走运动风路线，而且本来就运动。重点是他哦 ，David 说到 David， 你知道那个？就是演那个《我的少女时代》里面那个校花对，然后他明明对明明，然后因为我们有个群组，哎，不是群组哦，有一次我们去聚会，然后大家就结束了，然后大家说哎要走了要拜拜了，然后他就突然间对大家说哎，我现在要去健身，然后那时候我们半夜两点吧。他说我现在要去健身，然后全部人就转过去傻眼说别了吧，你的人生对，然后他说哦，因为我隔天还有工作，然后我现在要去健身，因为有些女生她有很多女生她们po文打卡或说她在运动或健身，她可能只是去个一个小时，去两小时，或是就大家也知道很多人喜欢做一些表面，就像我拿星巴克我就不要怎样之类的，打个卡就回家，这种人。大家都在骂，然后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想说他会不会是只是去个就半个小时就回家的那一种，他不是，他说没有，我去都是在那边想着，他说没有，我们去都两小时起跳的，对啊。然后他讲完之后，大家全部心机真的很重，心机真的很重。我觉得他真的，我都觉得他真的有在去，哪里给人家想那么多小细节？他很忙哎，你会想他既然要录音，然后晚上又要发片，然后要顾，对，然后他要跑宣传，然后还有团员要顾，还有小安。我想听下一则新闻了，这心机男。好了，下一则新闻，周杰伦进军好莱坞，哎呦，
动画配音加监制，并演唱《功夫熊猫三》的主题曲，我们来看一下。老爸，儿子，太神奇了！怎么能确定你们有血缘关系呢？对对父，怎么就好像照镜子似的？我们儿子，你应该跟我回家，跟我来，带你去神秘熊猫村。这里陈列着武林中所有的无价之宝，我的最爱海豚是袭击，我的挡，哎呦，海豚是撤退。哇！去包围他们！翡翠僵尸，翡尸，哎呦，不错哦，哎呦。你就是神龙大侠吧？天下也学会啰里啰嗦了。我要夺走你的哦，啰里啰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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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他配的是谁吗？有，我们刚才有听到一句，我爱他，虽然他结婚。他刚刚加自己的台词，哎，不错。我爱。天哪，监制，监制这个工作不是一个很容易完成的工作，你怎么这么你都不用睡觉吗？对，你怎么那么忙？你要结婚，要生小孩，然后中国好声音，你一定要把啊，天哪，所有人的满档，所有人的工作都一个人包揽，是神哎！天哪，难怪不愧是偶像。好了，小孩不是你生，是老婆生呐，所以有松了一口气。我去看你演唱会，果然没有错。好，我们进下一个，太强了。法国坎城音乐奖 ，Adele 第一次献唱《Hello》，风靡法国观众。我们来看一下。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I must have called a thousand times to you.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that I've done, but when I call you, never seem to be home. Hello from the outside, at least I can say that I've tried 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breaking your heart, but it don't matter, it clearly doesn't tear you apart anymore。这首歌那下巴是那个屁股下巴，对对，就是外国人的那个特色，一个特色。那这首歌蝉联 Billboard 的冠军哎，这么厉害哦、喔！那搞干！而且他一上线之后就直接，那为什么我们影片都不能蝉联一支冠军？你知道 Billboard 都是西方人在录，比较现实的地方。看哪一天有什么亚洲 boy 之类的，或者有可能你们可以有可能也可以跟就是好莱坞的明星合作的，哎呦，不敢想，不敢想，有些影片，我敢想，我敢想，我觉得有可能。没有，我不敢想，那一定会。好有幸，很好，加油！那你想跟谁？你想跟谁？那你呢？我想要跟。你有没有喜欢的想要合唱的对象？对呀，合唱的对象哦，如果是男生，我觉得像那个什么那个 Bruno Mars 之类的吧。对啊，那你不想跟那个吗？ Justin Bieber。Justin Bieber。他现在有女朋友，应该不会想要。我们如果要混一个声音，其实这个歌手本身要把声音抛出来。如果他没有抛出来，就像导演在演。你在讲刘颖龙吗？对啊，哎、欸，不是打。没有啊，其实我干嘛要把人叫出来？不是他。刘颖龙，就是反正就是那个什么，老师就说他们就是要修，就像演戏，你要先放大，我要演得很夸张，人家才可以帮你慢慢修。他才有那个素材了，才有素材帮你调。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有。尝试过电影的部分，然后我自己平常也听那个 Z 的，就是 Z 的，对 Z 的，我超爱他那种曲风。希望下一次，希望应该是说明年的专辑，明年的专辑会有这样子的。哇、wow, 哦，是一个大变形。因为我自己有写，对，他这边其实有尽量尝试，这边其实有 Q 我们，一定要叫你，你会唱刚刚 Adele 的那首？你说刚刚那首吗？对啊。
我们不勉强，但是因为这里写了，我就必须问一下。如果有歌词，我还容易。哦，有歌词 是？对，没关系，那我们我帮你检查一下。没有，刚刚讲说没关系。哎，不是，因为他们也许真的有，不然就是现在查，然后我们两个来唱。对，哦，也是可以。一段大家应该会想听一段副歌 ，OK， 好哦。一段副歌，因为这首歌是连我爸妈都非常喜欢。你爸妈那么吵，真的。对，而且我爸七十多岁，而且他还手写那种以前的英文的草字，他把这个歌词写下来。我家里他吩咐我一定要 cover 这首歌。草字你看得懂？对，就是那个、啊、以前我的那个以前我们小学还是要必须练那个，对对对。我也蛮想听你唱，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有办法驾驭。有啊，唱英文歌好好听。对呀、啊，我自己是想要挑战自己。哦、有，你马上找到了吗？我们秋秋这讲稿是你写的那个漏搜神人，秋秋是神人。我现在帮秋秋许愿，漏搜神人。所以我就从那个副歌就可以一点点就可以了。对对对。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must I call a thousand times?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that I have done, but when I call you, never seem to home.大概是这样子。啊哇塞，哎、欸，这段其实都可以截下来，没输哎、欸，没输哎、欸，然后闭着眼睛听、欸，这段可以截下来，没有真的、欸。其实要唱这个最主要是英文要先够好，对，因为正常来说我们跟 Hello from the 念赛嘛，对不对？对，他刚刚只是这样子，Hello from the 接下去。这是什么赛的？赛的赛。对呀，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好有实力哦！哎，很有实力耶！你真的很不错哎！真的是不要这样，我是你们的粉丝好吗？你屁！真的，你们的哎，拜托那个什么点餐电影那个。拜托，那点餐真的厉害啊！我拿一个白雪公主在那边晃晃啊，对，真的很讨人厌。因为以前真的有这样，真的有，因为真的有这样的同事啊。我之前店员打工的时候，他就你在讲谁？在讲谁？我把你讲出来。我不想爆料，等一下人家真的去跟他讲。他真的会走进那个卖票的哦，他就一个扭腰，一个摆臀，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干嘛，他就这样走进来，这样。然后就把你的好，例如说把你的柜台打开，然后，哎、欸，给你借十块哦，然后就走。然后他的那个气势，他是夹在，他是夹在一个地法，对，一个地法的 ，I'm a diva， 对对对，就是他就幻想他自己，你知道后面有很多黑衣人，对，然后 run away run away， 他们这样个性的，他就是聚光灯在他身上，他们通常讲英文都讲得很标准，对，他说，那对，就 excuse me。对，好像是哎 ，Seriously， 真的吗？你真的要订这张票吗？这个是假的，说真的不行。我讲有的人是会想要把它放大，讲得很标准。他说 ：“Oh my God。”就是 ，Oh no no no， 这是哎哎，你的眼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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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一定常看美剧。Let me tell you， 你常看美剧，对，常看美剧，因为你的行为跟他太像了。我哪有啊？你经常在那边学说，哎，我昨天看了一部，那男的就 Oh no， 然后就开始模仿，一模一样，模仿。模仿，我很爱模仿美剧，因为他们而且还很经典的女生，对，我觉得美剧的女生那个反应都太 over， 很 over，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很荒谬啊，美国的女生的反应，尤其是黑人的反应都很荒谬，超荒谬的。哎，等一下，我想要你模仿一次，然后你再重来一次，然后镜头 take 到他，你再用一次这样。哦，要模仿一样的吗？差不多，哎，他的版本好，好 ，OK。Excuse me, young lady.Excuse me, young lady. 哎，对，哎，你好，哎呀，这个脸，啊，对，是你的，来听了没？对，一定有，一定有，因为他们嘴唇比较厚。真的很好玩，那我也要用，真的有趣，你要紧张一下，你要有点，我跟你讲，就 Excuse me, young lady， 然后要往下说，对，然后有那种就是 OK， 好，对，不在乎上下班，好。再一个倒钩，哎，倒下倒我很有哦，你不要吓到哦。OK， 哎呦，好好笑。哎，那你配音，你配音。好，一二三 ，Excuse me, young lady。哎，
你的感觉不太对，你的是另外一个味道，对，它不像美国的那种，它。哦，不是，是因为那个你的头必须要，就是你当你扫过来的时候，你的头要过来，你扫舞蹈教学，舞蹈教学，对对对，啊，那我们就是要 excuse me， 你就对，然后这个要感觉好像自己厚道啊，对，那你用一次，你这么会讲，台词是什么 ？Excuse me, young lady。Excuse me, young lady。哎，我没有，怎么是你？哎，你烂，你算烂，你比我还烂。对，我好烂哦。而且前阵子我还是跟我朋友来分享说，你有没有一种朋友，他平常讲英文的时候是比较破，也不是比较破，就比较慢，有口音，然后一喝酒怎么变一个人？哎，对，会有这种。他平常可能就说，对，他平常可能就说，excuse me, if you come to Taiwan and you can visit me，然后一喝酒就是他一喝酒就是 I know if you come to Taiwan just visit me, OK？ 有这种人吗？有，只要喝酒试试看。他只要喝醉，然后他就会放胆的去讲。就是因为你没有喝醉的时候，你清醒啊，你会觉得自己有包袱，所以你可能想要挑比较可爱化的讲，就说sorry, okay, may I, take a this? 然后跟你一喝醉的时候 ，okay, sorry, man. 这是你的，酒精导致人家像是神经病。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放得开吧，对，比较放得开啦，就没有包袱吧。Okay, I know, I know. Yes, news. Yes. Yes. Of course. Yes, news. Of course, not. Okay, news.好，我们来报下一个新闻。你不要那样笑。好，我们来报下一个新闻。好 ，IU 李智，哎，吐口水。上海演唱会演唱 TFBOYS 的新歌《样》。好了。样啊，这也是第一次韩国歌手翻唱中文歌，第一次吗？是吗？是这样吗？应该是吧。我其实我怀疑是第一次吗？我觉得应该不是第一次，应该不是第一次吧。我喜欢妖怪，对啊，我喜欢又漂亮又会唱中文的口音，不是，而且他们想要唱中文，他就真的学中文。其实韩国人，韩国人唱歌，每一个歌手他真的听就知道是经过训练的那种，对，每一个人的声音跟音准真的是很棒，很 ready 好。对，我觉得韩国演艺圈真的做太好了，嗯，韩国的演艺我只能举大拇指。现在不要说什么韩狗韩狗，我不是韩狗啦。但是其实因为他们的演艺圈就让别人有看到。那个帮我订一张机票。我要去观摩一下，我要看他们怎么做的。我直接飞过去，我不要待在这里，没有了。你要跟他讲话？没有没有没有，就在那讲话。我没有。好了，我们现在有一点。没有啦，也要平反，这不是第一次韩国歌手，因为我很爱李敏镐，李敏镐在春晚有唱过那个《情非得已》。而且其实 Super Junior 有一个团员韩庚，对不对？他应该也唱过。嗯，应该也不是，因为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听过韩国人翻唱中文，他们真的很强。想要学中文就直接。对啊，就是每个那个音准跟那个音域都很厉害，哎，超厉害。那我们现在讲到音域，我们有一个，没关系，让他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怎么了？我们要转，我是说真的，哎，真的是这样啊。是有网友点歌啦，是那个时候他们说的。网友说点歌要你唱椰子，那其实我个人喜欢的。椰子是不是在树上里面摘下来吃喝的那个椰子？不是，差不多是这样。吹呀吹呀那种，你知道吗？
不是，你不知道吗？你怎么不知道？不是那个年薪很爱在工作室在那边。不要再说我很肤浅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没有说你肤浅，但只是说孤陋寡闻。没有人说你肤浅，你已经不是肤浅的问题了，是请你手机打开订阅一下，就是新闻啊、频道啊啥，我有订阅，我有订阅。对，但这首歌 ，OK， Let's Pray。这首其实是我只会唱副歌啦，我就唱一小段，但是我要唱你说吹的部分，对，就是吹的部分，吹的部分，我只会吹。哎，这是我们点的，我们的粉丝点的吗？还是应该是我他的粉丝点的，琼英的粉丝点的，或者是如果现在大家线上那个想要点一些特别的。其实大家可以点歌，想要点一些，点一些有的没的，点就点一些有的没，点有的，要不然大家点忐忑啦、椰子啊。请问您的订餐联络电话是？椰子。来来来来来。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啊吹，不毁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毁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啊吹啊，我赤脚不害怕；我吹啊吹啊，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大概是这样子，我不是很熟悉，所以就是熟悉一点。你很夸张，绝对音准，因为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那个这个原创人唱腔很特别，对，所以我们你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差不多同一类人，有一些特别东西，我们就很想要去看他。而且你知道吗？他把那个天涯给唱哭了。对对对对。然后蔡健雅就哭着说：“我没有听过这种声音。”对，因为他就有一种声音怎样？又有一种声音太特别，他有一个真的要回去听一下。因为那个谁啊？我点椰子，就叫做椰子。椰子。然后田馥甄有跟他一起唱。对，他的名字叫苏运莹啊，苏运莹，他是自己写的，所以。他那个唱腔其实有掺一些戏曲的表现呐、啊，京剧戏曲，所以他有一种那个喉音的味道。吹啊吹，我的脚放纵。好，那我们现在真的有人听歌了，你直接很好玩，你直接把它擦掉。啊、有吗？他刚才在吹呀、啊、吹的时候，没有，我没有，没有，没关系，我只是觉得很好玩的模仿。他刚才在模仿那个吹呀、啊、吹呀、啊，你就接住哪？那我们来呢？不是，我真心以为结束了，然后刚好真的有人，因为他在看人家的点歌，对，然后有人点歌。天堂的悬崖吗？天堂的悬崖。但是我觉得我把新闻报完，对对对，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点歌，所以我们都记得，你可以帮忙看一下。你们不要急，我等一下会唱给你们听。师弟天皇，不要急。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则新闻。韩国 Melon 音乐奖 Big Bang 夺下哇，一连夺下 Top 10人气奖、最佳艺人奖跟最佳年度歌曲奖。我们来看一下，太多奖了吧？지금 주지 못할 나의 이기적인 기쁨 하나 때문에 모든 것이 막아져버린 지금 언제쯤 모르던 나의 위험한 지주 이제 아무런 가뿐도 재미도 없는 기분 변한 그때 혼자 있네 I'm going home 내 다시 돌아갈 예전의 제자리로 언제부터가 난 사람들의 시선을 두려워 말해 웃는 것조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讲都给他们得就好了。你知道、欸、他演唱会你有去吗？没有，因为我比较少听韩国的韩团，但是我知道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席卷亚洲、哦啊。然后，而且他的有一次我看到有一段就是，那个太阳对不对？他就是有邀请一个女粉丝上台，然后就还有亲他、欸，就是亲、啊、他哪里？亲他哪里？因为我没看过、欸。就是请，就是好像应该是还是在韩国啦。然后就有一个舞台上就有个沙发，然后他就带着他就唱一首情歌，轻快的情歌，他就带着他到那个台上，然后就让那个女粉丝躺，他就躺在女粉丝的大腿上唱，真的假的？然后就是跟他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距离哦、喔。然后最后的时候他起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亲他，就亲这里，亲很靠近嘴巴，真的就是
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之类、啊。我想说，哇塞，玩那么大。你这样讲，女粉丝长得如何？长得如何？女粉丝长得不错啊。那Happy 是他自己的女朋友，我不知道，没有，后面是 C 的，有可能是自己的女朋友啊。真的，他整段都演的，就是整个就像情侣一样，我觉得好厉害，而且是亲嘴，是后来那女粉丝有闪。他是本来可能，他是本来要已经有吓到，因为他是整个冲上去，然后亲到这里就很尖嘴巴，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啊、就所有的人都疯了，我说真的是，我觉得偶像做到这样很厉害，我真的觉得他 maybe 是他女朋友，然后就说我今天会给你个惊喜，就把他带上去。好了，开玩笑的。这样之后就被攻击，就是我自己的异想世界。讲话小心点。你知道那个 Nicki Minaj 那个饶舌歌手，他有一次他演唱会，那个小弟弟他把他踢上台，然后那个影片超好笑，然后他说叫什么名字？My name is Tony。Oh, so cute！ 然后就把他的头放在了胸口，然后那个男生，那个小男生的表情就是那个爽，对，那个小男生就贴在他胸口这样。然后之后就被网友慢动作说，这小弟弟也太邪恶了。对啊，就是 Nicki Minaj 明明是好心，你知道，就是他好心 Q 一个小粉丝上来，然后只是就哦，你好可爱，结果还是对，结果他死怪，对，怀坏热，好坏哦，很好笑。刚真的有人点歌，然后他们点那个《天堂悬崖》李佳薇的歌，好，我的朋友的，那歌词对不对？对。那我也是唱那个副歌的部分，对副歌。大家也可以点歌，我们等一下可以请他帮我们唱。对啊，哎，直接点是不是？别给我像是天堂的悬崖，别逼我跳下无底的伤怀，不再幻想你的花海。有一只蔷薇能够享受唯一宠爱，别给我像是天堂的悬崖，别推我到会后悔的未来，最怕眼里浪漫灯海，你不断点烟，我看窗外没有对白。谢谢，感觉不一样，对，感觉不一样。那个你有放轻，对不对？哎，就是。我想听你唱《煎熬》啊，《煎熬》吗？对啊，哎，我想到了，他的经纪人刚好跟我爆料，怎样？说他他《煎熬》有他一个他自己的版本啊，我忘记了，没有，就是当大家点《煎熬》，我就会说。我只会煎蛋这样子，那你把煎熬改成煎蛋，煎蛋这样哦。歌词，这个也很难呢。这样会太搞笑吗？也倒是不会。你需要歌词吗？煎熬，煎熬就不用歌词，不用歌词，煎熬就不用歌词。好，如果是还是有想要改其他东西，所以要想一下。强哦，我这样很强。心一跳，蛋就开始煎了，每一。我应该也是只会副歌之类的。可以。那这样子，你要歌词。我们有深秋。深秋。歌词深秋。半熟蛋是真的很好吃，我都吃半熟蛋。对。半熟蛋。好好笑哦！现在半熟蛋不是不能吃的吗？不是说什么蛋、就是對啊、蛋不营养？对，蛋不营养很可怕。对。P.S. 我爱你。哦，好。欸，你真的是很好 Q 哎、欸。对啊。没想到你们真的好相处哎、欸。对啊。我爱你没有保留，
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反正一场空，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不是，对。大概印象的，他自己加一些，好听好听。哎、欸，现在大家明明不觉得在点歌，你受得了吗？你要不要喝个水？你承受得住吗？对对对，有老痰的啦。那让他休息一下。那看有没有人要那个展荣展瑞唱一首歌？唱什么东西啊？你让他休息一下。好，来点啊点点点。我们来帮他测一下，那个是麦有问题还是我们喉咙有问题？你不觉得刚拿那个麦，感觉好像那有个穿透力一样？对啊，没有，我觉得你也要挑战。我们谁会，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大家疯狂，天高地厚啊！天高地厚太难了，天高地厚不行。天高地厚，因为我不会啦。天高地厚是什么？天高地厚，天高地厚啊！周杰伦唱啊，有一首那个天高地厚是信乐团的吧？对呀。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洒脱。我们先来测试一下麦。我来测麦。谁是孤叶蝶？孤叶蝶是什么？哎，对不起，这个大家歌单拔大一点，就是歌单请拔啦。我们大家经常是在 KTV 前十，口水歌 KTV 前十名。天高地厚就是。嘿。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洒脱。想得到那最美丽的那一刻，嗯哒哒哒哒哒哒哒，谁是朋友？你是我最期待的那一个，大概是这样。哎，这是麦好吗？没有，我们要让女生的音质才可以互相测试。真的，你看她多想听你唱。我不太会唱什么。摄影师也想出来。天高地厚啦。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辽阔。最辽阔。飞到那最高最远。刚那个 key 你可以吗？行，你的意思。好，我的。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辽阔，这样子。你想让自己的巨蛋，想要那个 echo， 还要刚一模一样的 echo。想那个。来来来，我们小秋真的很厉害。小秋是秋神手。哪里啊？想那一句在哪？啊。啊。想。很紧张，对不对？我以为你把冷汗，哎，破音就破音哦。好烦哎！想飞到，等一下，我好紧张。没有你请，不要起太高。那你就用你舒服的，对吧？我们测试一下穿透力那个麦。讨厌哎！哎，真的有啊，这个麦真的有。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洒脱。哎，他写洒脱哎。对，洒脱 OK 是吗？有时候我自己填，像，对，我都自己乱填。快点啊！你赶快在上面挑一个你会的。哦，哪一个啦？上面啊，你看得到吗？我看不到。现在没有人点歌啊，现在没人要听我唱啊。可是是有的，有的。那你来啊，小心来一段啊。我不行啊，会破音。你看又来了，你用你的 key 唱就好了，看是不是穿透力的问题。因为我现在。想喂想我好怕哎、欸、真的会怕为什么被你唱完之后竟然好可怕对啊接在后面想飞的好难听哦好啦我们用舒服了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洒脱哎为什么之前都没有加 echo 告诉我这台为什么今天特别帮他加 echo你那个想你的夜，你会不会唱想你的夜？嗯，会。来来来，想你的夜，来来来。那好，那就唱想你的夜。哦，很多哎，其实什么千年之恋，就唱完了一个信乐团的歌，就一堆信乐团的歌跑出来。哦，有人点音声要唱千年之恋。你为什么那么爱开玩笑？我是真的会啦。下一首千年之恋，我要跟音声合唱。你要歌词吗？你说哪一个？想你的夜。想夜也不用，刚好我会。好。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
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哦，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到原点。你后面他很紧张，哎，来来来，歌词给你。他不能当第一个啦，你不能当第一个，真的。而且这样，我也不知道请哪一个，我就随便。想你的夜啊。不是，我说 key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起，你就起你的嘛。想你的夜，你要认真，你要认真，人家刚很认真。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想你的夜。不是，我想，原 key 是因为我不熟这个，原 key 是想你这个吗？对啊，对。想，好紧张，好怎么办？啊，超紧张的。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想你的夜，有快上去了啦，真的很难，加油！我想跟医生说加油。我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支麦呢？因为我们在怀疑是麦的问题还是什么？对，但是刚证明了你好像不是麦的问题，跟麦好像没关系。那我唱喽，你要唱《千年之恋》是不是？没有，想你已经会唱。轮想你的夜，对。为什么我没有 echo？ 导播，你的 echo 没了，还给你个大乐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有 echo 了，我听到了。好，想你，对不起，你在很紧张，很紧张。想你的夜，多希望 ，OK， 用这个音，这个 key。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啊，想你的夜。你刚你这个枪拿来唱那个吹呀吹呀就对了。我要往哪飞？哎呦，压轴，好可爱，压轴，压轴应该是压轴，为什么我最后一个？冲绳枪，我说冲绳枪，冲绳枪是哪里？压轴，为什么？很紧张啊，很紧张，而且前面都觉得还好，跟麦递过来的时候超紧张，绝对不能当第一个，对，你不能当第一个啊，也是游戏蛮好玩的，对啊，是麦的问题。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多希望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哦，想你的夜，多希望能再爱你一遍。唱两句了吗？还给我多唱两句。有认到啊，你有到？有，当然要认真了。我们做事要认真。那我们现在听琼英唱一首歌。对对对，因为其实网友那个网友音乐节目是要听歌嘛，对他点歌，然后他有准备完整的两首歌。对，其中一首是《多远都要在一起》。对对，對對那么棒。那个。先还给你，琼英，你要暖，你暖嗓够了吗？暖嗓够了，够了，够了。所以我们刚才帮，再帮你暖嗓。这首我那个这首我就要偷看歌词。好哦。好，多远都要在一起。这个是。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
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像你说爱我的语气，像你望着我的眼睛，不想忘记每一刻，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想想你失落的唇印，想想你十月的旅行，想想你离开的一刻，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我能习惯远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爱能克服远距离，永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你的心里，就让我独自守着回忆。如果阳光永远都炙热，如果彩虹不会掉颜色，你能不能不离开呢？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我能习惯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你已经不再存在我的世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请不要离开，不要离开我的回忆。谢谢，我觉得这个网友很懂你，很会点歌。对，就是好像是铁粉，铁粉，对对对，他知道你会唱这首歌。对，因为那个之前有 cover 过这首，然后再把这首跟毕书尽的那首合在一起，编、在一起，对，做一个有趣的。那你准备好唱下一首吗？然后下一首，可以啊。对，因为时间非常紧，然后这也是网友点的，所以。Are you ready? Yeah. 那这对不起，我英文超差的。I surrender.Yeah, let's go! Yo, yo, yo! There's so much life left to live, and this fire's burning still.When I watch you look at me, I think I could find the will to stand for every dream and forsake this solid ground and give up this fear within of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y ever knew I'm in love with you.'Cause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feel the chance to live again. I reach to you, and now you can feel it too. We make it through a
You're the reason I go on. Now I need to live the truth. Right now, there's no better time. From this fear I will break free. And I live again with love.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And they will see, yeah.其实很多人有唱，但他的方法不太一样。对，因为林志炫也有唱，然后很多人都有唱过这首歌。对，因为这首歌是 Celine Dion 的歌曲。对对对对 对, 對, 對，然后你的那个他给他很多感情，可以教一下吗？啊，哪一个哪一个？因为你后面不是那个对，就是怎么的好听？因为其实我们经常就是我想要唱歌，我就这样就的蛮难听的，就是你要把共鸣位置放对哦。那我们来，那你有共鸣位置，对对、哦，那我们马上站起来，耶耶耶，马上上课，马上 VR 医生的音乐急诊室开始。我们刚刚认真认真认真，我是认真，听到啥啥也，我听完我不知道讲什么。对啊，我想还要再解释吗？你挑一首你喜欢的歌，就是你最近比较常唱的、欸。有什么你唱的歌比较高的？对对，就是你想要把它唱好的。千年之恋算吗？啊，那个什么，爱你爱你爱你。哦、oh, 对对对对对。好，欸、你说。你刚刚没有这一句。想变成你的氧气哦，对不对？然后下一句是什么？就在第一点。身体里。对不对？ Hey. 这个好，那你唱，你唱，从那边开始唱。哎、hey, ，你想变成你的，哎，不是，慢慢的在你心里哦，你有多么宝贝，我爱你，爱你。哎、hey, ，对对对，好 ，OK。
那你知道你有多摸宝贝那边开始，对不对？好，那你先唱一遍，我就大概可以告诉你。但是是你的 key， 你要那个环绕麦克风吗？你有多么宝贝？那我们要这一个有 echo 的。OK， 唱这个好了。你有多么宝贝，我爱你啊，对不对？好，你有多么好，那你就唱这句。好，我认真哦。好，认真。嘿，好。你有多么宝贝，我爱你哦。这边就是这么啊的很难听，我啊的很难听。对，但你要先。就像刚好在，你要先认真的丢出你的认真，老师才可以教，你不能笑场。哇哦，那边吗？对对。你有多么宝贝，我爱你爱你。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其实因为你会很害怕，因为到那边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可能想要用一个比较幽默诙谐的地方掩盖过去。对，老师，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是老师，就是也会有这种心理，可是对，自信吗？你觉得首先其实要打开听觉，因为因为我们现在学唱歌都很容易就是看着 KTV 荧幕，然后我们就跟着这样子，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听清楚他在到底在唱什么。所以而且这首歌到那边的时候，后面就会有叠起来很多的和声，所以你根本听不懂我到底要唱哪一道。所以其实这首应该是你是要把它后面的那个 line 那个 ad lib 做好，对不对？对。我有多么棒，以后你可以这样唱。我有多么宝贝，对不对？你有多么宝贝，我爱你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对，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收，但是你会了简单的这一个方法，你就开始去听他原唱的方法，对。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该抓哪一道来唱，对，所以呢就会直接这样下来，对，然后你就会乱唱，然后你就会开始，就之后就会沦为一个那个喜剧片这样。你有听懂吗？有听懂。你有听懂吗？大概。要不我们三个一起合唱让你看？没有，这是你要拉你的下水。只有音色，对，那你再唱一次，你再唱一次。你有多么宝贝？等一下，要吸气哦。来用丹田了。好。你有多么宝贝，我爱你啊！对，就是对。那再一次，我们再听一下。你有多么宝贝，我爱你啊！哦，结束，你很会讲。对，有哎。就是你可以做不一样的变化，其实不一定要跟他一样，可是你要做一个你自己能掌握的，先做自己能掌握，然后再慢慢进步。其实只是改他的欧法，但其实并没有跑调，是不是？因为你没有你在和弦里面啊，对，你没有爱你啊。这样不太对，也是这样。对，之前这样是因为想说，不知道抓哪一个好，不然就乱唱，就乱唱。对。那我们节目也到尾声了，这么快，在音声当中那个教学，那个琼英教音声的这个之下就要结束了。对，那我们直接用 O 结唱。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大唱。就你有多么宝贝，这样的一起这样。一起，然后不要麦克风。然后你们说看我随时。对对对。这么随性，这么随性，对。要，就你起啊，五四三二一吗？还是好，我起哦。对，就你啊，你是主 key， 然后我们在后面补。你有多么宝贝？